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，我今天过来还愿的。那这个执照大概100多平吧，给他拿一下，他就回这边，好久没过来了。昨天我放了点饵料进来，密实的，就放了差不多十几二十斤吧。拿一下，他就回这边，管大便已经在开抽了。脏货，脏货，十几股，赶紧，赶紧，抓啊，找啊，找货。边的签的，找货又是旁边签的，哎，一模一样，十几步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哦哦哦，嘿，哇，哦，找货，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哎，哇，哦，我估啊，哇，这条大，哇，哇，这条最起码有个。一脸就应该有了，给他先做了先，赶紧找。哇，这是鸡呀、啊！这也没有抓住，厉不厉害？头被我捏住了，红骨，这条也可以。哇，成抓成腿，我看他有没有拖家带口的，成抓成腿不是鸡啊，拖家带口的才是鸡。哎，十几股，然后，这要给他认真找一遍。炸鱼啊，炸鱼啊，可以可以，给他做了，哎，这期就可以吧。我现在要速度点抓，哎，十几步，给他做了先。哇，这抓了三条大货，我那20来斤密室饵料的本钱有了，不怕了，还赚了点，还赚了点。小石头蟹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是海里科。哎，他妈石头蟹，没货，拿了一只大货，巨无霸，岩果，拿了一只巨无霸的岩果，家人们见到这样的岩果吗？哈哈，巨无霸，不要他，不要他，小鱼仔，不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关掉。他其实也别动，走，我们下面去找。赶紧抓紧抓紧给他，嘿，又是搅盘蟹，真香！撸起就是干，今天开心啊！抓的这些，不、哦，哎、啊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摸到它，软软的，嘿，嘿，十几股。上货上货，还有什么东西里面我摸到它了？等一下，在这边，我衣服都湿了。哎，出来，出来，变好，变好。啊！把我扎了一下，应该也是十几公吧。来来来，哦哦，上货上货。螺也得给它剪了。哇，这里面看着不大，这里面躲的台货真多啊！啊，好冷啊！迷糊，哇，哦，深不到底，全部湿了，这边上。这。角角落落的，一定要给它摸。在上面来找一下。哎哎哎哎哎！哦、哎。哎哎哎哎
我叫你跑，我叫你跑。哦，哎，炸鱼了！刚刚好抓住他的，我可以，这条可以给他抓了。再找一下，跳舞。你跑，我亲，你也亲，我们一起亲一点，亲一点。哦，他的嘴巴刚刚好被我捏住，他现在打我都没办法打进去吧。哇，这个坑可以呀、啊，现在已经翻几倍的赚了。可以，不会。卡罗太久不要，是看天早一点，看还有没有，那已经回去了。这边给他认真再找一点吧，看有没有。哇，一只小螃蟹，哇，他感觉找了一大圈了，也没火了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周火吧，看下周火进湖去了。哦，今天刺激呀、啊！哇，今天大圈又发财了，哇，三条猫炸。然后这两条红骨，哇、哦，这两条就可以呀、啊！这几条回去我就可以卖一点了，这三条就可以卖个400多，啊，加这个，哇、哦，最起码可以卖个500多，可以了。今天一只饵料怎么都赚出来了，就要赚，肯定就要赚500。哇，这个坑没让我失望，走了，那赶紧就拿去卖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希望大圈的帮忙点关注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走了。